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eg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永和的仁重清厚切牛排。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。如果口误的话，我再问店员啊，因为这两个字比较少见。好，那这个是全部的菜单。好，同场加映啊，隔壁的麻油鸡好像也不错哦。好，那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有读书读这几间的学生有打折。好，严选厚切牛排。好，那现在下午时段人也还蛮多的，那我一位。好，那就是有饮料机、爆米花、玉米浓汤，跟超霸牛排有点像，一样烤吐司啊，这些都有。好，那我菜单就直接照，各位朋友可以按暂停键看一下。啊，我想请问这个菲力牛排可以拼这个鱼吗？拼鳕鱼就是多加100块。好，那我要这个菲力牛排拼一份鳕鱼这样子。好，谢谢。拼鳕鱼的。牛排要做几分？五分好了。黑胡椒、蘑菇、冬粉。啊，黑胡椒。黑胡椒，谢谢。谢谢。啊，另外想问你们店名怎么念？是叫仁重清？仁重重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叫仁重重。好，那他们也是可以外带的。好，汤就是有分两种，玉米浓汤跟牛肉汤。好，那现在这个牛肉汤就喝喝看啊。好，里面就是有白萝卜跟红萝卜，它也蛮多肉的，但是可能越到后面它的这个肉会越少。然后这个应该是牛排修出来的肉。口味还好，然后吃的出来是牛肉汤，但是它的味道比较淡，比较淡一些啊。哦，那可能是修边的肉，所以稍微比较硬一些啊。就收手啊，没有特别好吃，就大概就60分。哦，爱喝汤、爱吃肉肉的人可能觉得就很受用，就是稍微比较没那么精致啊。他又重新把这牛肉汤装满了，那再重新试一试看看。这个汤里面有蛮多量的白萝卜跟红萝卜。照理讲应该是要很好吃才对啊。这次就好吃多了哦，那个料整个都加上来，这样就比较口味比较可以啊。但是因为这个是富的例汤啊，所以可能就是越吃到后面就越没料，那味道也越淡。第一次装满这样吃起来是比较爽的，那分数可以到80分。炖煮的蛮入味的啊，这样肉也会有一些比较有带油花的，不错，可能就是要刚这个汤倒下去的时候吃会最爽，就是餐期的开始的时候。好，那这个烤吐司就试试看，跟那个超霸牛排是差不多的啊。还不错啊。吐司软软的，然后有奶油的香气，还有一些大蒜的香味，这个还可以啊。
分数我觉得是78分呢，还 OK。好，那这个玉米浓汤就喝喝看了。我猜应该是台式口味吧。好，台式口味，然后里面应该还有放玉米，哎，玉米糊，还有玉米，所以它的玉米的味道比较浓郁。好，这个是蛮符合一般大众对玉米浓汤的期待，但是我知道跟西式的不太一样。好，80分。好，那今天主餐来了啊。哦，热腾腾，热腾腾的啊。好，那现在就试试看。好，本日重头戏啊。好，个人觉得平价牛排就是吃这个半熟荷包蛋，吃起来最爽。好，调整一下啊。那我先吃上面的鳕鱼。好，感觉好像蛮嫩的。鱼肉还蛮嫩的啊，不错。啊，这个人从众有非常多的分店。啊，鱼的话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啊，就是鳕鱼的品质还蛮可以的。啊，比一个叉东叉来的好吃多了。鳕鱼的肉质还蛮嫩的，好，就直接进入这个最关键的部分了。这个牛排到底好不好吃啊？好，只要是原肉的话，应该是都不错了。还不错啊。啊，那我对面朋友多要了一份黑胡椒酱，所以它酱的咸度稍微有点淡。好，那桌上有玫瑰盐，可以自己调整咸淡呢。好，肉的话，我觉得蛮好吃的啊。好，这应该是可以跟超霸匹敌的店了，口味还蛮不错的。好，加上一点胡椒盐之后，味道就变得比较重了，不错。好像吐司跟汤可以无限取用，还有饮料，应该蛮适合学生或是大食量的人啊。好，那个人会比较喜欢吃牛肉，所以这个牛肉部分我会给他分数比较高。哦，不错。
哦，但它就少了超霸的那个蒜片啊，跟那个芥末、啊。哦，肉质上跟超霸是差不多了，我觉得。牛肉也蛮 juicy 的啊，啊，就单牛肉部分分数我给90分，单牛肉。还算蛮柔软的。主餐的部分还蛮可以的啊，就是一些细节部分跟这个常吃的超霸不太一样啊，啊，当然要看个人口味啊。啊，在这个面我没有很喜欢的，因为我比较喜欢铁板面。但是还蛮烫口的，蛮加分的啊。可以看到它这个面里面有加番茄酱，所以它的面还蛮有味道的。好，那主餐大部分就是这样啊，但是口味还不错了啊。好，就给各位朋友参考看看啊。人从众，好像吐司是现磨的，所以比较吐司比较柔软。好，那这个玉米浓汤的话，个人就觉得是台式口味啊，还不错，应该小孩子会蛮喜欢喝的啊。牛排的部分还 OK 啊。我刚刚还没有讲到内容物，玉米糊、玉米还有火腿啊，应该有点鲜奶油。好，那汤都这样子一小桶一小桶出的话，的品质就比较能够确保。好，这样不错。啊，没有看到咖啡机，那我就喝其中一个饮料，古早味红茶。啊，现在就喝看。啊，确实是古早味的味道，但是就普通啊。哦、啊，就感觉是这个有强有弱。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冰淇淋，感觉是香草口味吧。还可以啊，当然就是有成本考量啊，所以就也普通啊。好，那总结的话就是汤的部分，我觉得蛮不错的哦。牛肉汤跟这个玉米浓汤，尤其是玉米浓汤，喝起来是还蛮好喝的啊。然后牛排是不错，但是它味道稍微淡一些，就是调味上味道稍微淡一些，可能要自己加酱，加酱或者是再加盐。哦，肉质还可以啦，感觉上算是原肉，但是刚切的时候，各位看到那牛肉稍微好像感觉有点这样软软的啊，口感上就是软乎乎、软乎乎的。因为我个人觉得好吃的牛肉就是应该是外表是，应该是煎的手法吧，应该是会煎到恰恰里面软软的，它就是少了表面恰恰的感觉。好，那就觉得平均起来总分数是88分啊。88或85了，因为它还可以后面有些东西可以补足嘛，就一直吃一直吃啊。哦，所以就看个人，觉得应该比较适合学生啊。如果说你可能比较嘴巴比较刁的饕客的话，这个可能还是满足不了你啊。啊，鱼肉蛮嫩的啊。好，那总结上就是这样。好，那这个是我朋友弄的啊，弄得很漂亮。你觉得吃起来怎么样？欸OK 啊，就是还好了，所以大家就觉得就是还可以，奶油味没有很浓，对，就是稍微淡一些，薄薄淡淡，好，就感觉是有强有弱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人从青我家牛，人从青后切牛排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